Hello，同学，欢迎收看未来教育凯西数学。这一题非常常见哈，你应该在每一个讲义来电弄来当快点去这一题。你看到分母是2005，你看到整数部分是2006，那你就知道他们不能约分嘛。可是他们又只差一丁点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改变？我把2005分之2004先照抄乘上，你知道负2006。它其实可以变成负的2005，怎样？减一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负2006其实可以变成负的2005减一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把它分配进去，你就会发现，第一个2005跟2005约掉之后，会变成负的2004。好，那后面是减哦，所以再减掉2005分之。2004，好，记得我的口诀，正多还是负多？负多，两个都负的嘛，那两个是不是同类？同类就相加，所以答案是2004分之2005啊，对不起，2004又2005分之2004，这题就搞定。